一间对八十年代营业到即阵的手都车美食辣心汤。老厦门人啊，食夜宵一定要食辣心汤。伫我后面的经营店啊，有36年的历史咯。中年遐尼长的历史的店面，应该无简单。行啦。按照老板的话，卖摊36年，开店其实才1年尔。老板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，罗生的手艺呢，其实是对伊的大官迄辈接手过来的。听讲厦门阿伯解放的时阵，因兜就咧做罗生汤啊。真侪老厦门人食夜宵啊，食罗生汤的基本上的点两碗，而且呢，加一条是油炸鸡，这就是我头点的罗生汤咯。哇，够有这两块是不是啊？哇，我闻一下，啊，真香哦！顶开花的节气，大人囡仔爱食到要死，这是厦门本地的一句俗语话，讲的就是有厦门风味的甜汤加点辣生汤，用一句话来形容因家的辣生汤是第一下呀。哇，一吹落去，我第一感觉就是这味啊，马上真温暖，真幸福的滋味呀。这辣心哦，加起来哦，真软软的，而且真黏的感觉。哇，食到嘴内边，还是阿无面包哩，直接吞落去啊，你口马上就化。辣心汤熬啊够也浓，小过一段距离，就让鼻的甜香，辣心特别甜个面，汤啉起来也是真爽，阁袂腻。而且我尝这个。冷灰、哦、我参这冷灰，冷灰参了呢，加起来呢就是这米索会更加香。一个鸡卵拍散倒伫碗内面，快速拍拍，然后均匀的倒入去辣生汤内面，汤就变得更加甘。双节鸡卵食得真紧，正黄色的鸡卵花甲泥白色的辣生汤融合啊拄拄好，一些汤入去，只要小起一下。甜梅佮十斤的辣生，佮青椒的两花做阵分散开，几乎唔免安怎煲，倒往来骨里面脑内面，有影是舒心暖胃的佳品啊！还有啥可以按按照备好的方法哦，先该备一下呀。一些要问这个辣生汤来吃。汤内面这汤头啊，伊浸入去之后，咱这油炸鸡内面入去，所以我阵食的每一撮油炸鸡内面，其实拢辣生汤伫内面。有了辣生汤，袂得用无伊第一好的搭档油条咧。爱食济，就直接加一撮油炸鸡，配一撮辣生汤。爱食软佮有淡薄味素的这个油炸鸡，泡倒伫辣生汤内面。汤汁干妈爸爸油炸鸡，几乎一日嘴就扬起了，满嘴拢是香甜。对了，油炸鸡无在柜台顶面有各款老厦门的特色小吃，虾饼煎做韭菜鸭，糯米糍配一碗浓浓的辣生汤，满满幸福感。而且伊开的时间是到透早4点，所以基本上啊，你当外面店都关门啊，你来进店拢有法一碗。好，你家己来准备的这辣生汤，连来啉落去啊，这种感觉，也是厝内感觉。但因为辣生汤的味素有影是好，价钱阁无贵，所以口碑相传这侪年，连网顶的旅游攻略内面，就不断有人咧推荐。